新风街弟弟难得来到我们公司。我是新风街弟弟啊，你是那个戴眼镜的弟弟啊、哦？是啊。哦，那个很红的那个。比你红。你在学校做过最坏的事是什么？没做过很坏的事啊。你可以说那种不吃营养午餐吗？你做过最坏的事是什么？没做过很坏的事啊。你可以讲吃同学午餐。啊，就没做没。我在帮你做效果，你不配合谁吗？不谁就不谁啊。都笑了。所以炸鸡就可以让他开心，不一定啊。新风街弟弟难得来到我们公司，很可爱。我们今天要看可不可以考倒他，因为他真的太成熟、太早熟了。你可以承受住大家的问题吗？可以啊。你在学校有喜欢女生吗？有。我喜欢班长啊。他直接讲。时候到了，该跟班长告白。他知道了。你知道了。然后他知道你爱他，他有什么反应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还没有给你答应要在一起。有个问题，我女朋友现在打来跟她讲话，我不想接她电话。好你是串通好的。我看破音，你跟她讲话，我不讲话了哈。喂，你男朋友说不想跟你讲话。那怎样啊？你是谁？我是新风街弟弟。啊，你是那个戴眼镜的弟弟哦。是啊。哦，那个很红的那个。比你红。呀，他就是九妹。哭？什么叫哭？你觉得不像吗？你觉得不像吗？像啊。像。你学他。你学他。等一下，你这个借我。好，借你。好可爱。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。你在学校做过最坏的事是什么？没做过很坏的事啊。你可以说那种不吃营养午餐吗？你做过最坏的事是什么？没做过很坏的事啊。你可以讲吃同学午餐。啊，就没做没。我在帮你做效果，你不配合谁吗？不谁就不谁啊。啊，孙生哥哥地盘来了，玩具将军，你看超多玩具哎、欸。小一也买什么玩具啊？小一就是要买玩具才对。你要买哪一个？这个很可爱啊，你看。对吧？那个很壮，你看，然后他的这个很奇怪。妈妈也分不出来，我不知道。艾特斯，黑豹你们要吗？黑豹，我们要吗？你要买给我们？什么是你股东啊？人生中第一个手机。对，感动哈。我会再跟你妈请款的。你有公园？你的主场，他在你的主场的公园了。哎呦！哇，好乖啊！不要对弟弟这样。来来来，赶快吃炸鸡，他快不行，他要哭了。我养只猫，妈不让我吃，我问他。OK， 吃炸鸡，好。他很担心，比如说他不能吃，少吃一点太胖了。少吃一点，逗你笑了。所以炸鸡就可以让他开心，不一定啊。我们现在要去见女神喽，来约会约会联谊。你要跟别人自我介绍。害羞中了啦，他跟班长谁比较漂亮？班长比较漂亮啊！哇，好尊敬。我叫于杰恩。哦。我叫杨子蝶，现在几年级了？一年级。我现在才二年级。我比你还大，为什么？你比我还高。那请问你几岁？我七岁。我九岁。我们一年级就九岁。不是你高三？阿妈有给我吃汤圆。你在求什么？然后我吃了，就九岁啦。狮子怎么演？狮子。狮子哇弟弟一路戏丧尸僵尸弟弟钢笔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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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戏哦！哈哈哈哈哈！感觉，新风街的僵尸猫来了！